Whatever we got here wasn't us who initiated the trip. Find out who's sending that signal. Roger that, yet. Recon only. Where are the survivors? What's the strength of the Covenant force here? Covenant? No. Listen, you're in incredible danger. What was that? Oh, no. Command! Something fierce! His name is Atriox. The whole damn Covenant couldn't contain him at the height of their power. And all you've got is one old ship and half a crew to staff her? Johnson, get those guns back inside. Both breaches. Armored guns! Monsters. Killed everyone I was supposed to protect. Where you see half a crew, Isabel, I see family. And where you see one old ship, I see home. And that is always worth fighting for. Really means around here.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收看今天 X 8台湾实况台，我是拉布。那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今天的到来啊！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站星环战役2的正式上市时间。那我现在旗舰版玩家已经玩了4天，不过我们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精彩的内幕要提供给大家。对，那我们今天也特别帮各位邀请到在我们 RTS 界的翘楚，那我们的收配好。好坏哥，好师哥还好坏哥哪一个？那个南港彭于晏，南港彭于晏。大家好，我是 Super Rush， 叫师哥就可以，叫都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对对对对对对，叫收贝的也可以，叫收贝也可以，对对对。那我们就习惯看大家全都叫都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我们这个很自，我们这样叫你喇叭也可以，叫你南港彭于晏也可以，叫于晏就好，比较亲切。叫于啊，原来是叫于晏是，那也可以叫我陈武啦，陈武，对对对，可以叫我陈武。陈武好久不见，陈武，于晏，我觉得好像谁呀？哎呀，别说了，对对，还要我提醒你，真的是受不了啊。啊，真的是哦！现在忙起来，整个都在干嘛？对，一定都没来看电视哦啊！这台怪怪的。哎，说明你之前已经有玩过了吗？有，我一代已经全破了。我一代全破，对对对，昨天全破。对，我昨天全破了。然后我一代全破，顺便来体验一下二代的前面啊，就一开始感觉怎么样？很棒，很棒。尤其是一代的剧情后面让我。就是玩的是欲罢不能，欲罢不能这么猛，所以硬是把它就是全破掉，全破太好了，我觉得很棒。那个尤其是一代，先不要爆雷，就是像伏击宗师啊 ，Forge 宗师，就是像啊、我觉得他的那个故事，然后尤其是最后面、一代最后面的那个动画，动画部分让人觉得血脉喷张。我相信二代会有更多让你血脉喷张啊！一开始就让各位血脉喷张，对对对，就一门。我们待会就马上就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我很期待。哎，你玩过这么多 RTS 的游戏，你觉得 Halo Wars 跟因为你要知道 Halo Wars 最一开始是针对 Xbox 360时代所推出的，那你觉得跟一般我们 PC 上在玩的一些 RTS 有什么比较大不一样，或是你觉得哪些是好像真的在 Halo Wars 才真的可以体验到的一些特色、我觉得其实很明显操作，因为我以前都玩 PC 更居多，所以其实我一碰到。Halo Wars 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故意在操作上面做了一些调整，让你可能在操作上面来说稍微，你要说可能比较简化一些些，简单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东西来操作，对，但是其实整体的内容该有的也都有，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棒的，该有的，对，该有的都有，然后而且 Halo Wars 因为这款游戏在算是蛮七年前对不对？
对，因为上一代是八年前了，哦，好像是八年了，对，有一段时间了。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在早期的游戏里面很讲究剧情的部分。嗯、是，在这边其实，在 Halo Wars 里面那个，我觉得剧情的部分是很棒。因为 Halo 本身就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世界观在，然后又把它里面的一些特色啊，跟它一些譬如说像单位这些东西，就带到即战略来，其实是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对，其实蛮特别，而且我在玩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聊天室一直有观众一直在讨论，一直在讨论，然后就会觉得。很想哎呀、欸，很想就是接着玩，接着玩。对，但是我因为我的时间，我不敢去跑到死。他说他要玩一代到五代，还有两个外传、啊。没有没有，我在有收费的观众知道了哈，知道了。他刚有说，他说哎，帮、欸、我讲，帮我讲。我是不敢，你知道那个我一玩下去那个不得了哦，我是觉得我现在欠已经欠的有点太多，欠太多是不是，对，已经欠太多。然后那个我自己跟他们讨论，我就觉得哇好棒，因为像一代，尤其是一代里面有一个是悲怆，哎、欸，悲怆先知嘛，悲怆先知，对，悲怆先知。然后那只他后来就离开，然后我就会很好奇，就是哎、欸，那这只先知怎么消失？他就讲说他后来在哪一代里面，他就哎。欸又怎么了？是不是？对对对对之类的，那我觉得哦，就会很好奇，我觉得这很棒，这种一系列的游戏就能够让人进去体验这个剧情，进到 Halo 的是宇宙观里面。对，对，其实这一次哦，在 Halo Wars 这款游戏，我们的就是包括我们的33工作室也特别提到一件事，因为 Halo 的世界真的太庞大了。一般玩家可能刚刚接触可能会非常却步，就是啊这么大，我可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或是怎么样。其实这一次的 Halo Wars 2就是一个最好的开，就是最好你可以跳入，因为它有非常浅显，但是又引人入胜的剧情，会带你进入这个世界，然后再进一步往各个方向发展，依你的兴趣，然后你还说哎，我要玩玩本传，玩外传，或者你要继续玩 Halo Wars 都可以，那你就会更容易进到这个我们的 Halo 的世界里面来。对，我觉得他很这一段的剧情，因为我二代稍微玩了一下前面，因为、我知道 Halo Wars 一代是在讲最一开始的时候嘛，因为那个时候看到星盟看到虫族都是最一开，就是很一开始的时候。那他们中间的这段期间，他们沉睡了，就在一代的结束的时候，他们进入了冬眠期。嗯，对，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为了准备下一次的战役，怕他们要老死，所以他们就进入了冬眠期。对对，就冷冻舱那样。对，叫冷冻舱。然后在他们经过二十八年，对不对？对，二十八年之后。对，经过二十八年又醒来，那中间已经经历了，真的是满满的。就应该好像是 Halo Wars 1到5对不对？对，像因为这个这次的话，就是故事是接在5代的后面。哇，他就接在5代后面，所以其实你可以，他会开始回忆前面的一些东西，因为他让他们可以跟上嘛。对。那在同时，玩家也可以顺便跟上。跟上，对，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跳进来再玩这个。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感受是很棒的，因为你可以慢慢的回忆这段期间，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开始知道哦，大概有哪些事情。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再回过头来玩。好，那所以期待你可以玩一到五代。我先把这个 Halo Wars 二代破完。好好玩。对， Halo Wars 二代我应该是把它破完。Okay, 不过今天你有一个算是小挑战的啦，我们今天要用控制器来玩。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就是。行的，行的，行的。作为一个专业玩家都行。真的吗？对对对。因为上礼拜有一个人来跟我说，我熟悉了一下，结果就把我惨电，我现在都还抬不起来。我刚刚稍微摸了一下，可以上礼拜也是说我稍微摸了一下，也是在摸一下，真是超高。这是我们这个玩即时战略游戏的人习惯，就稍微摸一下。是你们的行话，对不对？对，我之前曾经玩过一款即时战略游戏，然后在以前人家约我去玩，也是那个是一代的工作室做的，就是世纪帝国的，我忘记哪一个版本了。对啊，那时候有朋友就跟我讲说，哎，来玩一下嘛，等一下，然后我就。我第一次玩就把它打爆了，然后我稍微摸一下，摸一下他就把它打爆。还有什么第一次玩？我说第一次玩，差不多，差不多。不要乱跟玩 RTS 人这样子啊！好，我感受一下。不过我觉得是话是不要说太满了，等一下会打爆。好，那待会我们就知道究竟手把行不行了、啊。不过我们今天玩的其实有战役模式，然后还有闪电战跟多人连线的模式。不过在我们的游戏开始之前呢，其实来自美国我们33工作室的大佬，我们的 Dan 啊。Dan 先生呢、啊？我刚刚听名字，我们的 Dan 有特别准备一段影片，然后来问候我们台湾的玩家。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影片吧。Hi everyone, my name is Dan Abe. I'm studio head at 343. I'm really excited for our fans in Taiwan to check out the live stream today of Halo Wars 2. Really excited about Halo Wars 2. I think you know if you're a Halo fan, you're gonna love this game. We've got some new fiction. We've got some fantastic new characters with Atriox and Isabel, and we're telling an amazing story that just really feels like a Halo game. Huge explosions, fantastic action, and some brand new game modes that have never been seen in an RTS before. We've got Blitz, which we just finished our beta, an entirely new way to play RTS that takes base building and resource collection out of the equation and lets you get straight into the action.
We've got a fantastic campaign that's going to tell the story of our brand new enemy, the Banished. And Captain Cutter and his crew are going to encounter Atriox and this Banished forc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you're going to live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in a brand new way. And of course, multiplayer. RTS is all about some exciting multiplayer. You can play as the Banished or you can play as the UNSC in a bunch of new exciting maps. And I really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If you're new to Halo, this is a great time to jump in. We've designed a story from the ground up that you can play with no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in the franchise. You can just hop in and go. So if you've been looking for a chance to jump into Halo, but you've been a little intimidated because the franchise has been around for so long, this is your time to jump in. We've got a great, simple story for you to hop in and play. And I really hope you enjoy the live stream, and I hope you enjoy the game when it comes out on February 21st.哦，真是令人感到太激昂了。对对对，而且他其实讲了很多内容，像我其实刚看到有一个眼睛很那个锐利，看他那个看是跟我看到一样的。他刚开包，开包是不是很厉害，开到金卡，而且两金哦，太扯了，这不是作弊，这是什么？这有点夸张哦。我刚看了一下，哦，这个怎么好像我没有这个运气？真的，我还不检举你。对，他是不是意图要引人开包？对。我们待会就好好来开一下包啊！简单一下，我们会有闪击战。对对对，我们大家会有那个闪电战部分，我们马上就会来开包。我们已经准备好很多包，待会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看，一起来看，来看有没有两张的？有没有两？没有的话就把你把那个影片截下来，接下来寄回去给他。为什么你有我没有？我没有两张，对，怎么回事？不是有保底吗？实抽保底啊！对啊，为什么你有？哎，我怎么没有？而且一开是五张牌里面两张，那真的蛮猛的，太扯了啦！对，那个我看一下这个就觉得哇，真的是。我们现在运气一下，念一下我的称号啊，是彭晏上升的，我感觉他们家就过世啊。对啊，好了，再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来玩战役的模式。那你知道这次战役的故事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反派角色，我知道。Atriox 一直念错，你一开始就念错了，不好意思，这样可以吗？可以跳接吗？Atriox 是 live 是不是？对，Atriox 然后他其实是鬼面兽，就是大家非常熟悉西蒙的下面其中一只的，算是被奴役的那个，后来独立了嘛？后来独立了，就是因为在这一次当中，某一被受了一些某些事件所独立了。那这一次我这个章节里面也会讲到。然后，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说你有没有看过即时战略是可以合作过关的？哎，对，这个我刚刚一来我也觉得很新奇，对，很棒。不是说我们合作过关，不是说哎、欸，我们各选一个种族，然后我们各站一边一起，然后来开基地一起打，不是，我们是同一个阵营，互控一部分的兵，一起控一个地，一起控。应该说，不是一起控，是分开来控兵，对不对？对，分开来各控各的兵。对，但是我们是属于在同一个阵营下面的，就是我们各是各的指挥官啦，这样子。对，但是我们都可以控主堡。对对，我们都可以控他的那个中间的那个。中间的主就是那个你的建筑，所以我觉得这次还蛮屌的，就是因为之前我更没有看过这样的玩法，所以我们待会要来挑战一下传奇。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这个是你在玩这个游戏，一般来讲都很孤单。你现在还可以推坑，带女朋友一起玩合作战役模式哦。这真的要慎选啊！我觉得带女朋友这件事情，因为很快大概打了两，他说到底干嘛？没有，你要先确定你够厉害嘛？你当然要先自己确定过。对，你可以继续 carry， 不然你把他带进来，他跑跟别的男生一起玩，对不对？那也不是太好，那就麻烦了。对了，那就麻烦，还是自己。我们还是不适合走这条路了。好了，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这只鬼面兽的新的势力叫做流放者是怎么跑出来的？那 HX 是怎么样成为他们的领袖的？来看一下喽。好。Alice is MIA. She'll stay silent down there until she has a good shot at getting back to us. Sir. Isabel, this is Captain Cutter. I know who you are. James Cutter. Captain of the Spirit of Fire. You're supposed to be lost with all hands.Not so lost, it seems. What happened down there? I need to know what we're up against. Isabel, report. Sir, 5 months ago, the portal from the Ark to Earth shut down without warning. A month later, he arrived. He?
brute. Their leader. His name is Atriox. During the war, the Covenant used his clan as expendable muscle. Told them dying in battle would speed their holy journey. 40 at a time, they carelessly sent them in. 40 to break the front lines. 40 to die for beliefs not their own. None ever returned. Until he did. And so battle by battle, war by war, 39 brothers at a time, Atriox was born. With every victory, his legend and his hatred of the Covenant grew. Eventually, both were impossible to conceal. And they tried to banish him. And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the Covenant's 1,000-year history. Atriox was the first to defy the Covenant and survive. And his defiance inspired others. Across the galaxy, growing in strength with each attack, gathering killers and mercenaries to his side. The Covenant had two targets in those years, humanity and Atriox. They almost got us, but Atriox, they never came close. The whole damn Covenant couldn't contain him at the height of their power. That's what you're up against. And all you've got is one old ship and half a crew to staff her? We need to run as far and as fast as we can. We are just one ship. And an old one at that. But here we are. 30 years past what anyone could ask of us. Our war is gone. The lives we had are gone. The worlds we knew have moved on. And now, all that we may have left are those standing beside us. And the duty that defines us, battle after battle, fighting side by side, together. Where you see half a crew, Isabel, I see family, courage, and 1,000 heroes who swore to fight their way through hell before they'd ever, ever turn their backs and run. And where you see one old ship, I see home. And that is always worth fighting for. Stop Atriox now. We leave the galaxy at the mercy of a monster. So no, Isabel. We won't be running anywhere today. Sir, yes, sir.
Captain。哎、欸、哎，可以直接进游戏，可以直接进游戏。好。那你游戏还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吗？好。Could find him, attacking him head on. 好、oh, ，那我们可以开始合作。哎、欸，刚才那段实在太厉害了，大家有没有听见长讲话？那个舰长真的是很猛，这个很会带兵，超级会，超级会，整套天满地带，对，真的很猛。我们不要再当女的签下去，里面的人都签下去，都签下去，整台都签下去了。哎、欸，我觉得他们这个。他们那个真的有点不是那么人道，因为不是我，因为你下去，你看，你这样一睡就睡28年，真的，你什你的女儿都比你都比你，真的，你的女儿都跟你一样大啦，都可以交往啊，不是，哎，都对不对？这有点偏，有点偏，有点偏，交往有点偏，对，都对啊，都可以，也只能签下去了，因为好像就是会出来肯定会有就业障碍。其实真的是蛮，其实蛮辛苦的，哎，我们这个难度是不是非常非常？我们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在是玩传奇哦。是传奇吧，对对，传奇。对，啊，你们现在看到我们两边控不了，我控蓝色的两个小兵，啊，我是控绿色的兵。对，你们可以改，可以改。哎，他们会操作哎，他们有血会拉走哎，会甩枪了吗？竟然没有血还会拉走，你敢信？没有，是传奇哦。然后，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现在是个合作模式，所以我是跟绿色。对，你真的血明显改到。好歹也是传，这个是最高难度，最高难度是的，只有大概是我们技术高端机器啊。我一般玩都玩这种高难度的，真的，你是算是高端玩家吗？对对对对对对对，高玩，高玩，对对，大家都是高玩。对，身为高玩，就是要玩最高端的，最高端的，没错。我们那个啊，我的火焰兵在后面，你有一只兵在后面啊？哎，我叫好叫啊，还有一只。好来来来，哦，刚特别在拍给我。对对对对对对。哎，身为英雄还不坦着？你们冲！我善后，很好，对，我善后，你要很好啊，不要乱动。来来来，旁边这个瞭望台是可以站在上面的，就是你把他们打掉之后就可以抢进去了。对，他在上面防御就会变厉害，防御变高。他结果他跑远了，然后又回来了。我们感觉有走跟没走一样。跑完之后发现好像算了啦，反正也是这样。对啊，你要去哪？厌世。动力节能，我们来战队哦。动力节能其实在这些游戏当中蛮重要的哦，因为正常的话，之前在我们游戏当中，你可能会发现，你只要收集物资就好，然后这次会多一个叫做闪电的动力节能，就是多一个物资要控制。所以你如果在地图上看到动力节能，要记得收集，就是要占领它，它就可以帮你闪电。对，那对方也可以抢它，对方也可以抢，对，对方可以把它抢走。所以是多一个日期的战略要用的。开桥啊！好了，开桥了。那你看，我把下面的人打掉。飞机，我们却要护士。而且等一下他会很厉害的坦克架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要用枪兵。先出脚。萌萌的坦克车来着。哇，他一个远距离攻击。哎，这就是咱们的犀牛号，还是那个黑熊号，棕熊号，棕熊吗？我都不会说，棕熊号比较大台，因为我会说犀牛号，因为我对犀牛号有非常不好的那个，你被犀牛号打爆，我犀牛号不停被打爆，对，我对犀牛号有非常不好的回忆，我懂我懂，对，我那个犀牛号可能就开始哭，然后眼角就泛泪，跟犀牛号关系。好，没关系，我跟你讲，其实我在玩，我觉得犀牛很猛。到底为什么？还行啊，但是你纯犀牛还是很弱啦，你还是需要一些其他的。对，你还是需要其他的。那个可以架起来，那还叫什么？我有点忘记。棕熊号嘛，对。不是，可以架起来的应该不是。还是天蝎。哎，还哦，对啦，对棕熊啊，棕熊啊，是棕熊。可以架起来的，可以架起来。哎，聊天室不要顾看呐，回答一下问题。所以是他那个。哎。哎、欸，要爆了，爆了，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啊！哎、欸，真的有，那你不行，有差哎、欸，我觉得差好多、喔。不是啊，啊死了！我们盖车英雄说明明是顺畅到不行哎、欸。对啊，哎、欸，现在发生什么事？好厉害！我现在这样，等一下的王会不会也爆了？完蛋了，那只星星应该。Ten four。你可以。I'm under assault from enemy infantry. 那个星星生气，真的，我们是不是要被打到？
Strike one. You're closing in on Decimus's salvage operation. So I'm sending in some warthogs to help you scout ahead. 虽然少一只弹匣，而且为什么我要多一只弹匣？他会一只啊，他每次那个什么，那是地图炮吗？没有，我多一只火焰兵，是不是你送我？不是，他只要替补炮来说，他就会哦，就会多一些，他会通口东西。啥？哦，天蝎也可以这样炮，他们说天蝎，应该是天蝎，我印象中是天蝎。大家分不清楚画面是谁，对不对？就是。我是绿色的，碰绿色兵就是我，蓝色是我的，像是的，看起来那个操作比较神勇的就是我，看起来就是高端技术，就是我，对，神勇跟高端技术应该很好分啦，应该看得出来，是，看那个部队那个长相比较帅气的就是我，有像鱼眼的就是，有鱼眼的是，认陈武跟鱼眼就对了，对，陈武跟鱼眼分泌出来就糟了，对，应该各位有眼睛都分得出来吧。My ass is gone. 等下会变台啊，三波不死谣言。三波不死谣言被变台。哎，你怎么在上面开干呢？等我。哎，又有人了。你等我，我来了。来。好，看下去，我们因为角色一样啊，你看你的右转左转的角色，他是为了外界的一个形象。在释放大局，对对对。像我野猪的话，就是还是可以撞的。有撞到大局还是用撞？对，用撞的，冲撞。野猪冲撞，没错。来了，哇！你看，这就是我撞。你有看到那个操作吗？六一个，六一个，完全看不到那个。摔破六，速度。我也没看到。来，走了。哎，我看我的英雄出现了。哎，我英雄真的很爱就是随便助手。英雄发呆。就骗直播。大家不要再会了。一定一休嘛，对不对？没有那个，没有做事的时候没有薪水啊。啊，对啊。没做事的时候没有打怪的时候就算休息嘛。对啊，没有打怪的时候就算。没有刚走路都算休息。都算休息啊。走路都算休息啊。没有上工就算啊。对啊，没有可以去做做操啊，对不对？对啊，子弹没有射，因为对啊，像刚刚那个时候你可以，像你现在你可以过桥啊，跪球。对，可以。对吧？这个八杆右边的跪球。好。赶快做事，赶快做事哦！他没见面，你看他先戳瞎他的双眼。双一波，蹦！油猪冲撞！我们现在把他基地拆掉就可以了。哦，这次敌人到底会放怎样讲？他是因为刚刚也带有看一阵子，感觉知道他是新的实力。对，有。HRX 也算是鬼面兽啊。鬼面兽。哦，哎，他有。头叫真的耶，好猛哦，过不了了。有真的有猛，他不是开玩笑，只是东西变传奇，结果都没有变。真的有，这要是一个人打，真的会蛮辛苦的。还好他有哭啊，这样子感觉还行，真的还蛮惬意的。我觉得这种操作，哎，这种玩起来蛮。怎么了？完了！现在这个我们这样就打死他们了。不是，现在很尴尬，现在没有在算薪水了。开始烧香山扣熊啦，扣熊！现在大家可以做操啦，做操。对啊，你们关上可以做操啦。对啊，等一下。建筑会建造基地的时候是两个人都可以建。对，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控它，但是盖出来的兵我们要负责，所以你盖，如果你点了那个兵的建造，它生出来了之后，那个兵就是你要做，就是你的，你要做，谁生兵谁就负责，对，了不起负责，对，自己生的自己要负责，然后。建筑是也可以盖，所以你会看到物资，我们的物资都是相同的，就是共用物资。对，然后还有那个人口上限，对，所以我们两个的人口上限都是加起来都是八十，看起来比一代多，但其实现在一支机枪兵占三十哦。占三啊，说出来，占对了，三十，我们只能叫三组机枪兵还不够，毁灭战士，毁灭战士等级的，对，超毁灭战士。但是我们的兵变少，应该变少。我觉得我们的兵变少，或者我就少，我就没有啊。可是我刚神操作都没死啊。有啦，有死啊，死一只魂兵啊，但是就死一只魂兵而已啊。一定是，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绝对不可能的嘛。Supply pads will bring in a steady stream of supplies to help build. 大家眼睛是雪亮，那我先架一个那个什么。补给台啊，你盖补给台是谁？我已经盖了，下一个给你盖。正常资源啊，就是因为一般你可能玩世纪帝国，你可能要放伐木之类的，然后是你要金矿啊、金矿打猎啊，对，要派村民，那都不用，就是你的所有生产除了在地面上，就是本来就掉到地面上去采集以外，
那其他就是靠你自己的现金去盖一些生产机啊什么的。其实这样对执政来讲会比较有差别影响。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我认为资源的多寡不是重点，不是说你资源越多越厉害。啊，我一直以为是抢，谁抢到资源谁就称王哎。对，没有，确实是谁抢到资源谁就称王。但是我的说，在这个里面的设计这样子来讲，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就两种不一样的资源，因为这其实已经比一代多一个了，多一种资源。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在我目前看这样子，我反而觉得还是平衡性比较重要。但是因为我现在也在玩战役，所以感受不到。还感受到平衡性。对，还感受到平衡性。如果待后面就会平衡，我们待就会打对战，就会知道你平衡性，就会知道平衡性了，对不对？如果你打赢了，你就会说平衡不好，就不平衡。对对对，如果我赢，如果我输了，就平衡，那个平衡性也是有问题的，很明显嘛。谁输平衡都是不对的，就只要不是我得奖，就是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啊。对啊，他开开炸了，喂，生气气了，哎，你那个冰块死掉了，已经生气气了，开闪开闪开闪。三个拖，哎，我们有升级，然后啊，每个人都有队长机，就是你每次玩一阵子之后，就是打怪之后，你的那个角色等级就会提，啊，你的队长等级就提升，你就是你本身角色等级，那你就可以召一些召一些技能，比如说我们可以补血。Nothing our restoration drums can't repair. 来，开补。你觉得舒服多了。From the banished carrier ship, the one that attacked my outpost. 你觉得好开心。The rest of Decimus' salvage operation is north of your position and marked on the map. 但在会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以打到很好效果，马上就对，再硬弹下去。对，你就可以硬弹下去，我觉得很棒。这次有中文，这次没有中文配音，这是英文配音哦。Hello Wars 都是英文配音。趁着拉布在聊天的时候，我赶快偷盖兵，这样我等下兵就比他多了。这样就不对，你带残草兵，你残不？我都有产，你都有产，对，我多产，没有给你机会。没关系，我忙就把人口点满，点满嘞，真的满嘞，人口忙就点满，不过没关系，来来。点满，你怎么在产兵？点满来，我们现在人口已经满了，所以我们要往前走了。对，要开始算钱了，不然就没事了。真的，该出事了，该被扣休一天了。对啊，我们刚刚那个发呆有点久。来，听到这个两个一起玩，还可以互相嘴炮。我觉得这种玩这种这样感觉就比较好。不过其实上去好像都是一个埋在那边苦干。对对，苦干实干。孤独的游戏，想成为边缘人吗？就玩 RTS。对对对，付出太多，收获太少，对，还被误认为是自闭儿，可以。对，我们现在在正节点，现在每一关在打的时候，除了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任务以外，然后你还有一个次要的条件，就大家看我们这边，所以你要这边多拉一些。对，你可以获得更多的那个。他可能更多分数啊，比如说你的什么攻击主基地，然后吃一下，这些都是加分的。然后每一集就是每一个章节结束之后，就会给你一个评价。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如果你每一个就是通常啊，目标都是金牌。对，正常不打。身为高玩，对高玩就是输的。Moving out.我在一直放话，但是他都不出来。来，我们等一下就把他揪出来了。大家不要紧张，我往下走。电脑版可以切换平台对战，我对战没有互通哦。记录档互通，但是对战没有互通。可是你一样买一次，两边都可以玩。对，两边都可以玩，但是那个 Xbox 可能会很不同，但是没有互通。应该是平衡性的关系，对吧？对，因为像之前玩那个战争机器，它就是你是可以键盘打的。哦，我懂。因为毕竟有人手把真的神的跟键盘一样。对，但是在其他游戏里面，还是让它有点不一样，然后感觉是比较。因为这比较拼，就那几秒钟其实就是非常关键。我可以理解啊，对，我可以理解。毕竟我也是觉得我的键盘实力。明显比较厉害，对，我是键盘宗师。对。那到这个控制器上面，对，就不知道了。那待会就知道了，大家看他不一样，等一下就知道了。哎，等一下，由我来这个评价一下这个他们的一个控制器的一个设定好不好控？哎，那这肯定是好控。如果我输了，对，一定就是不好控。如果我赢了，应该还行。还行啊，是吧？还行，还行。差强人意之类的，敌人还差强人意，这样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再多盖个行军基地。可以，
哎，我下面遇到很多部队哦。好，那你撑着。我没关系，没关系，我这边很猛哇！刚讲完就失去一个地狱火焰兵。我打另外一边，打另外一边。其实我觉得他的操作是方便的，因为、yes, 因为其实我可以用送旁边的那个方向键来做位移，立刻来位移到我觉得需要操作的地方。嗯，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他等于说很多是以前键盘才做的快捷设计，现在都可以用这个来做。再教你一个小的 tip 哦，按住那边，按住你的 LB 键，你的游标的快捷，按住。那個、按住，对，按，不是那个是啊，那个是 LLT， 哦，这个，对，按住，然后呢？你用就你用标速变快了。哦，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移动更快。哎呦，哎呦，多学一招，多学一招。哎呦，有点帮助哦。有是不是？不愧是鱼眼，有点实力哦。是，我们也是高端技术流啊。知道我在操作上面，你知道动太慢我是不太习惯的啦。动太慢没关系。对啊，你是很快，对不对？动很快，频率快，频率快，但是都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哇，你好懂哦，开玩笑是鱼眼，同道中人啊，哎呀，我们是同样类型的人，是不是？对，哎呀，不早说啊，真是他乡遇故知，哎，对，同是高频率啊，对，凡事一样久，对，然后大家看到我现在画面上这个，就是他有一个屏障。屏障，如果你是载具就会过不去，然后它后面都会有屏障的一些充电地方，可以用屏障把它打下来。上次就有人偷什么屁，我那偷藏招，我都是公诸于世的，好不好？哎，我们现在是右下角还有一个点要站的，还是你已经在站了？我下面站了，我站完了，站完了，人家可以开打了。你做你的，等你待会。我们这就是我们两个一起玩合作无间，合作无间，合作无间。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合作。合作这个 OK， 我们这个附加任务已经全部结束了。好啦，我们去找那个胖星星，麻烦。干掉星星的。等一下，有人在偷拿我的节点里面的。他们家也被打。对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是很需要那个家。我们刚才只因为控制太多。花点钱，让人家感受一下，不然不开矿，人家以为我们是新手。为了抵税，该是为了抵税。你还可以节税，对，可以节税。啊，被扫过去了。该是为了节税。原来是这样子。哎、欸，你要不要用个那个队长力量？五个那个吗？我刚用掉哎、欸，酷酷。什么？你来一下，我来。你来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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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来喽。哦，有感觉，有感觉。你们可以了吗？可以。舒服。血都出来了。对，东西都满出来了。来，我看大家都在里面吃。小朋友们，妈，我们在讲什么？不要叫妈妈来看哦，妈妈来看，自己看就好了。妈妈不懂，对啦，妈妈不懂，毕竟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学习，是，我们都是玩这个游戏长大的，对这个游戏有几个高端玩法。来，好，我们要大花架了，对不对？对，你要，哎，猎人，还有猎人，先把猎人干掉，猎人。好，其实猎人打人还好，可是猎人打宅具很凶。那我们这边其实毕竟都是人嘛，所以其实还行，所以还好。哎，他们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多啊？因为我们到他们家的东西到他们家，哦，一家已经到他们家了，已经到他们家了。因为我一直失去地狱火焰兵，你知道吗？看能不能叫。我已经叫小了，哎，但是又死光了。我上面的。哈皮啊！Remember, your marines are equipped with grenades. 我盖直回去就有兵，瞬间我场上只剩下一组人马嘞。哎呀，这个就是操作的重要性。关什么事？来，我们先把兵叫满，我们再来继续跟他打，不然先退，不然那个我们可能打不太那个隐形型。留他们活口，让他们活口。对，我不过我们把人清光。对，不要这样子，我们要创造一点戏剧高潮，来创造一点高潮。来喽！部队上来支援一下。我把上面那个抢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一关可能会。这一关我觉得可能会。以这个难度，我们可能会需要两个那个两个兵营产兵。哦，可是我们人口其实一直在上线啊。但是补兵快一点。哦，那我现在有，你有感受到我这个高端玩家的思维？马上就搞到一个马上就，等一下我好像三个都盖成补给站哎，我看看，没有，我们可以升级，我盖，可以，那又反正我们这个升级就会有多的了哦，太好了，好吧，哎呀，哦，你看那个怪声音怎么回事？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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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有吗？哦，有一个比你，有一个比你，哈哈。好，你湿地狗不都这样吗？哎、哦，对。他我先湿地狗是不是噔噔噔吗？啊，是噔噔噔、啊，噔噔噔，对啊。真的是打来了，噔噔噔，对方打来了，你要躲进去了。噔噔噔，对对对，噔噔噔。All units. 啊，对，噔噔，对对对对对，噔噔。对。大家都很懂。All units. 毕竟这款的一代就是这间公司做的啊，全真公司。对，就是全真公司做的。我知道。还有承袭他的血脉。不一样的公司，但是有一些人是重复的。On the move. 好。啊，我们先把这个打掉。Turret constructed. 开大家，开大全家。可以可以可以。复原工蜂，准备就绪。他有在偷补我们，对不对？我怎么感觉感受到、啊？没有啊，没有。地上面是绿色的。啊，没有没有没有，是应该是队长力量啊，队长力量 CD 好了。哦。OK， 来了来了。哎呀，准备啊！来闻，请你一波。啊，要补兵哦。Let's kick it！ 来，把这个打掉，那个对方的星星就会升级，就跳出来。对。Got it。这只是剧情关卡第二关，所以其实还是一开始算是还在介绍那些，有点还在教学。好，啊 ，Decimus， Decimus， 来了来了来了，来，我看你可以有什么花招？来啊，有种出来一较高下！来啊，看你有什么花招啊！对，来，看护盾没有了吧？没有了吧？有，是没有了，撞一个，好，好。哎、欸，他生气了，他生气了，生气了，虐菜了，好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快逃！跑跑跑跑跑！地上出红圈在放大啊！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对，我会发现地上出红圈好像不是打他放大招，是我们放大招了。哦，是吗？对啊，是我们的母舰要放东西打他。干东西他的。哎，对啊，因为我看他刚刚说什么什么用母舰怎么拿什么东西喷他。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不是嘴炮。啊，只是嘴炮，都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好。又来了！哎、欸，需要走进去啊，大大们！来来来，再来！这种这种简单的微操作，这不是问题。对，刚才说升，就应该牺牲在这个事上。哇，神威船长！大招来了！大招来了！三位船长是新猛的，他天空，就从天空发放。哦，对，他的好，他的盟友们，对，他的盟友们。对。We have it on the ropes. One last push.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哎、欸，他会逃，他竟然会逃、欸，哎。怕了，怕了。来来来，像个男人一样面对我们。对，来，要被我们烧成灰烬吧！传奇不过尔。对，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么难度吗？我们这个存活之后还有更高难度吗？没有，没有的是不是啊？那我就觉得很可惜，没有机会感受到我真正的。再秀一下吗？大家还行还行，还行还行。真心开心，看一下后面路。其实他蛮变态，他就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拆光，就为了不留下证据。真的就类似那个啦，叫什么？焦土战，焦哦，把东西轰烂，对，就把东西，我得不到了，你也别想有。Isabel, you decrypt this for us. 这样子的话，玩完这边我就最开心，就是最开心，就是最开心，就是最开心。其实好像也是跟制图机，因为制图机跟制图机一样，在。我已经忘记制图机干嘛，反正我知道是坏机，有没有？大家看一下是什么牌？哎呀，这个位置，这个牌位还行啊。我就不说玩家的分数，我也不过高个大概两万。对，大家看一下，正常人大概只拿铜牌而已，银牌很勉强了。对，我们直接金牌，直接金牌，没有开玩笑的。啊，这个发挥还可以，还可以，没有让大家失望。好啦，当然是我们战役的一方。那战役一共其实大家可能有看到非常多战役的解说嘛？对，那。一共会有12个章节，那其实大家有看到这次的 CG 真的超级精致，很棒，这真的是非常，就是请专业的，就是专门在做这种就电脑动画工作室来设计这次的，而且听说都是真人上阵，对，都是真人去捕捉之后，因为 Halo 有一个很怪癖的地方，就他的人设一定要跟他的配音的人一模一样，
哦，真哦，对，哦，就是真的是肤色吗？不是，人的长相。所以你刚才看到那些里面的角色的样子，跟他讲声音，就跟真实世界上就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哦，真的有这一个人、哦，对，所以你是真的可以看到伊莎贝尔。对对，就是那种伊莎贝尔，所以他们就是特别这样做的，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会更具真实性，就是那个人的张力跟性格感觉就不像是一般的，可能是动画，就是动画的样子，它是真实的。哦，那这个好很棒，这个是有他们应该说有他的坚持，坚持在的，就是从五代开始，他们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士官长戴了头盔配音吗？应该是，对，应该是哦。我帮你等一下问他，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为了。真力求真实，对，真的戴一个大头盔，对对 对, 对，然后有个喘气声那样，啊、哦、没有，那是那是那个黑武士，哦、不太一样是不是，不太一样是不是，好，好，那我们现在玩的下一个项目是我们的闪电战，那大家知道闪电战真的非常特别，闪电战首度由卡牌跟 RTS 结合在一起，这个很棒，这个是我认为非常棒的一个设计，怎么说怎么说？对，因为我认为即时战略游戏很大、嗯，它慢慢往下掉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有，应该说有利的一个那什么商业模式。有利的商业模式。对，对于很多原厂来讲，他们认为就是做即时战略游戏，说老实话了、嗯，就是不赚钱，因为它就是一个卖断，它就没有后续。就没有后续。那但现在来讲，你看很多游戏几乎都是让你可以一直就拉长它整个生命周期。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在。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在未来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嗯、就很多像我自己 很喜欢玩的即时战略游戏的原厂未来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嗯、他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他两种他也都做嘛他也都做了他也都做了他也做卡牌對對對、欸、也做即时战略、欸、这个合并感觉商业模式都帮你做在这边、啊、欢迎投入 Xbox 的怀抱、啊、对啊 你已经可以毕竟人家都做了嘛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對對對那而且有他的一个商业模式考量在里面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商言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对游戏公司来讲是有搞头的。而且那对玩家来说呢？你觉得？我自己目前玩下去，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我可能还需要更花更多的心思来去演，来去下面玩，才能够真的知道。感受一下。对，因为毕竟它出来没有太久了，对，还要再，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再感受一下。嗯、但是我觉得这个 idea 就是这个创意是棒的，因为它就是把，因为通常大家玩即时战略觉得最花时间就是你要营运，然后要收集资源。其实闪电就是把这两件事情就拔掉了，对，就让你直接上战场，直接打，直接操作，直接操作，对，直接操作。对，那你的营运改成了用卡牌的方式来去分配你的营运，它也是需要你动脑。对，它等于说对于我们这些玩家来讲，我们还是本来就希望也不是闷着傻打，就是还是要有策略性的。对对对对，也不是操作好，只是说以前你可能以前你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是分配你的资源，那现在只是由卡牌来分配，分配你的卡牌，对，所以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不过。要玩之前呢，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少吃零食吧。对，先吃一下，先吃一下。有一件事非常重要，我们要好好来开包一下。来了，要来开包一下了。来了，大家看到22包啊，我最爱的就是最爱的是什么？就是开包啊。来了，听说是那个。那个台维开包王，开包小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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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台维小孔明，对，我是即时策略的，就是这种策略性的 ，OK OK， 翘楚，策略性翘楚，我很期待，策略性翘楚，很期待，你可以给我一个就是那个流放者的背景嘛，我想当流放者，对，对对对，哎，有好多好多好多，然后你是流放者，我是流放者，流放者就比较有那个。放荡的不是放荡，就是那个流浪的感觉，流浪的感觉，放荡的感觉嘛。对，忙着开包，忙着开包。好啦，现在看一下。我们刚才有看到两张金卡，两张金卡，我们看有没有金卡？没有，没有，啾啾，没有，没有。那大家看到，其实你的卡片下面啊，还有一个那个经验纸条。哦哟，它刚才闪一下金色 哦，是不是？哇！欸、是我们刚刚打死的那个星星，超出画面，是我们刚刚打死的那个星星，对，就是他，马上就成为我们的。哎呦，军法好猛哦、喔！城墙还有牺牲的部分呢、欸。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它是什么？有没有那个？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那个。下一张还会是金哦、喔，我感觉到了，是不是？太帅了！卡两张是可以的，没想到两张金卡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大概你有听到他去吃不去条啊，不然你等下卖不出去。后从那个 server 那边去调整嘛，哇，太夸张了吧？哇，哎、欸，你真的哇。
你是不是今年的运气最爱用光啊？ 我们会不会下次联络的时候你就说什么最近很衰，被女朋友甩了，被公司掰了之类的？难怪我他没有女朋友了。不要抱人家，不要这样，我女朋友就跟我一起打电动。要啊 ，VR VR VR， 对，你跟他说声好。好，温柔的说，温柔的说，温柔的说。我们看一下他的特殊那个能力，吸收是什么？吸收是哦，可以他打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伤害变成生命值。哇！然后护盾是护盾，然后还会吸，我们本身就有护盾，然后被打爆之后还可以吸你的血。哎、欸，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在打的那一只、啊？对对对，就看那一只。哇，太夸张了吧！大家用这只，我大家用这只，除非我们拿出更强。好卑鄙哦！哈。然后这个什么？哦，这是那个伊莎贝尔。这是伊莎贝尔。看伊莎贝尔可以干嘛？一样欸，它是会反射，就是敌方攻击者生命值会自动减少该单位所受伤哦，啊反弹啦，反甲，反对对就反甲反甲，然后本身又带护盾这样子就比较难打、啊，本身又带护盾然后又反甲啊，所以它比较贵，240，两百四，然后它比那个军法还贵，军法还贵哦，毕竟它应该我感觉起来很硬啊。好，再看下一包啊，下一包、啊，你第一包就开成这样，我们后面就没看头啦。蓝色的就不是你的，对不对？对对对，蓝色的就 pass 啊，全向右啊，哦，全向右，这还好。然后大家看到，就是当你那张卡上面有那个角色的样子啊，就是只有这个角色可以用，它是它的专用卡。对，它是像这张是伊莎贝尔的专用卡。哎呦，哎呦，一张都没有了。好完喽，完喽，完喽，完蛋喽！再来，再来。上面没有头像，意味着是阵营卡，对，就是那个阵营都可以用。对，那个阵营就是会分流放整个 U S C 像这个也可以，对，就可以自己那个。分 U S C 的，好，没有，没有，没有。金色要来了，金色要来了，又是你的，又是你的，金色要来了。哇！是不是？是不是？我靠！太夸张了吧！太扯了吧！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哇塞，说来就来欸，各种来欸，哦，而且这是我 forge 的油珠号，但是我提升等级了，对你升级了，我就变更强。因为你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它的装甲的它的那个卡片的能力值跟生命力都会提高。你收对你收集多收的不是浪费掉，而是它会增加经验值，增加经验值，对对对。然后只是它相对来讲，它的有些耗能好像越高耗能会越高，这样子就会越强，越来越强，不然以免平衡性嘛。对 ，OK， 哇，再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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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一包，还有19包了。对，再一包，再一包，好猛哦、喔！你这招之后可以借我上去打天梯吗？没问题，我觉得这包应该没有了啦，这包应该没有，因为我们每天在过年的。漩涡！哇啊！哎、欸，太扯了吧！你看四包就四张、啊，又军又是军阀，再出一张就有，再出一张就有了。这样我等下怎么跟你打啊？不会不会不会，你靠操作，你靠操作。我怎么跟台战一较高下、啊？他说至少有一张罕见或是更加罕见，就是我们一般大概是紫色这样子。对、啊，嗯、就吓到石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你小声一点啊。对对，然后哦，这个卡包就是你可以氪金。或是你也可以，就是当你解每日任务或每周任务，然后等角色等级提升，就也会就会有。像我刚刚我过两次任务，我就拿两包了。我们快抽好了，快抽快抽。哎呦有哎、欸，又升了。完了，我没办法跟你打了，结束了，结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刚刚感谢大家的。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操作，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我没了。就至少会有紫色啦，就是让你玩某个卡包游戏，至少会有一张金两的意思一样的、嗯，对不 对？这样比较好懂。真的好，好猛哦、喔！来、嗯，好，这个有，这个有，这包又有了，信不信？又有了，又有了，要来了吗？没有，失效了，完了，完了，孔明的预测失完了，东风没有吹起来，没有风啊，没有风啊！哎，又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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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莎贝尔很喜欢你，他一直来，真的一直来。懂事嘛，因为知道我是开爆小王子、啊。是是是是，而且你是那个频率比较快，频率比较快，比较久时间久，对对对对对。来来来，赶快赶快赶快把它开开完，把它开开完。哎呦哎呦，又一个暴君，又是暴君油猪号啊！哎，我怎么就只看到他们三个的、啊？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的了吗？有，应该还有其他。哎呀，来来，新的新的，这谁的？这是哦，这是圣灵卡哎、欸哦，就是暂时部署圣甲虫。这个就是最猛的单位，超强，他出来超级强，但是他有时间限制，他只要一出来，
那个会战就是赢定了。真甲虫就是发射一道，然后暂时不受可以不受伤害，然后会忽略自己的疲劳，然后就硬干上去了。但是它有时间限制哦。对对，就是算是短暂的那个派遣那样子。对，它因为是站点嘛，所以其实它算在站点上面很猛。如果那种关键时刻站的时候救不出来，几乎就是赢了，就直接赢了，就直接赢了。来，没有，在，怎么这样子？用完了，不会这包又有了，这包又有了，信不信？来了，怎么没有来？感觉又没有风了，又没有风了，又没有风了，等一下这个再来，哇，帮我吹一下，观念，不对，帮我吹一下。完了，我跟你讲，这个要变台了，你这个要变台了。帮我吹一下风。对啊，你可以帮我再用一下开刀，一下吹一下。我跟你讲，你这个在开玩笑。来了，那个完蛋，老板没在看吧？同事来帮他吹一下，看。来，又来了。等一下，我跟你讲，他一个太嗨，你知道，你现在是。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画面不知道刚进来以为真的有人在帮你吹哦，你笑成这样子，哦，真的，我跟你讲，完全受不了。他说现在真的有在吹，有真的有在，是不是？起风了，起风了，真的有哇！这个我跟喇叭起风了，没有啊，没有。现在帮我吹个风，帮。好像没有前面那么好抽嘞，当然没有，怎么会这样子？来了，完美了！哇，这我们应该有五金吧？五金还六金吧？应该有六金，可是有重复的，有很多重复。23包六金，对，大概四分之一吧。四分之一，算高了，算高，就还可以啦。对对，算高。而且金卡真的很强。对，有没有金卡真的差很多？啊，商店那个画面，哪个画面？刚刚商店的画面。商店画面，然后怎么样？想问你花多少？哦，我花一点点而已，不多。老板会请款哦。有啦，都已经准备好了。都已经准备好是不是？对，我再用我刚用这一支，我们来煮一个厉害。我要来，那我要趁现在，可恶，我的牌怎么感觉逊逊的？不会，你的很强，你的很强。哇，你的真的很强。好，没关系，那我好好来想一下。来哦，完蛋了。来，那救救我啊！打到你不要的，输了应该不用帮你，不用吹，吹捧吧，吹捧吧，吹捧可以，不用真的那个，对，吹捧就好，需要吹捧，需要吹捧，懂，对，最爱被吹捧 ，OK， 好，现在转过来，来，全职来到你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干些什么事？不正经，听起来这两个男的怪，真的，来，两个男的那边稳了，我 OK 了，我用。很久不见的伏击中士跟你一较高下，没关系，马上就知道了。我爆炸野猪兽，我跟你说，什么爆炸野猪兽？就野猪会爆炸那样。哇，我不应该跟你说的，真的假的？所以他会冲到我面前爆炸？呀，对，卑鄙哦！你刚刚的魔法好像哦，你超像的。以后叫你南港野猪兽，南港野猪兽，所以以后叫你猪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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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为什么有两张金卡？等一下，这我怎么感觉这个有问题啊？我圣甲虫跟那个、啊、卡片是小，没有卡片是就是永远的、永久的，可以在里面永远用了。对对对。然后他的玩的模式就是他十二张牌会一直轮回，就这十二张。哇，如果是消耗星的要怎么那个、啊？好，我们来一下那个，来，私人配对。来，我已经我是红队，你是蓝队嘛 ？OK， 对对，来吧。好了，来了，看一下双金对上你有几金？一金。对，好。但是我是高端玩家，没关系。我是高端技术流，多三个字哈。来，神威船长，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神威船长，啊，对，那我因为我现在是玩就是他有六个职业嘛，对，他有六，他有六个角色可以选。选，然后我是选新盟的，我选就是流放者这边的。对，啊，我已经选好了。佛吉中士。来了，给你一个操作。来，没出会卡牌，不会啦。你有看我卡过牌的吗？
在八秒内生命力和伤害力都会哦，对，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疲劳，就是有部署疲劳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在交战的时候，那时候把牌打出来，你的角色的生命值跟攻击都会减半，所以在会战的时候确实可以及时帮你补充兵力，可是那些兵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然后它有一些卡是可以无视疲劳的，对，有些卡无视疲劳特殊能力。行，你现在一开始提醒我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没什么胜算。真的吗？我有双金欸，算了，哈哈哈哈哈。还是我的卡牌平均等级是2还是3欸？我觉得那我应该是打不赢了啊，啾啾。平衡我们就看这时候了，好吧？我跟你讲，向台战说不，向台战说不，我们鄙视。第一次台战，我的台币会失联。好嚣张，不行啦，那个台币，感觉台币有点大。有被新台币甩过脸吗？有。哇，好想被甩，好想被甩，是不是？让你感受一下。哎，那我要叫兵，怎么叫啊？我没有用那个。正常来讲不能叫兵。啊，我看，哎，好。你不要这样子，可以对那个有一点那个吗？所以我好。哎、欸，你怎么已经站了、啊？好卑鄙哦！开玩笑，我们高端机密玩家。然后大家看到场上啊，有一个那个，就是像核能的那个，就是能量，可以去拿，钱会变多，就是钱不会直接变多，但是它会加快你的增加能源增加速率。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正常的增加速度，那你知道有把那个能源打掉的话，不要偷抢人家点，必须来，不要偷拿钱呐、啊！谁掌握资源？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好的先打一波，先来一波激烈的会战。哎、欸，哦、你的地图就是必须要那个，对，你视野范围要看。哎、欸，等一下啊！不要退，不要退！来来来，快逃，快逃！完了！完了！哦！哦，完了完了！哦，自古以来，好人都不长命的、啊。你为什么？完了，感觉要爆崩砸了。我们就下一个点啦。完了完了，强强强啊！有点难。不会，不难不难不难。Tanks are cranked up to 11, sir. Child's lost.哦，要先解除，它一出来是。它如果立定点之后就会那个。Anyone take out that artillery before it blows me out of the sky？ 来来来。Capture. Triangulating targets. Hostile. I want to do. Energy low. 失去地狱火焰兵。没关系，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对不对？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Energy drop. 没那么简单。I will. Lost. 不行啊，不行！来喽，来喽！不要这么快，你不要那么快！来喽！等一下，友善、包容、尊重。我们高端玩家不打架的、哦。我们高端玩家都不打架的、哦。我们用谈的嘛。我们高端玩家不打架的。现在就打科技战了，不用这样子。对啊，我们没有，不打架，不打架。我现在不跟你打了。我发现打不太赢。来来来，稳的，靠站点是不是？对。爆了！哇！哇，你的部队好猛哦！Awaiting order. Wolverine on the way.I'm under attack. Local unit. 我知道，我现在在。
ready. 来，多少算赢啊？200。为什么你会后面突然就是升那么快？我没有升很快啊。要跑，不要跑！不要这样，我们尊重友善玩游戏。不要这样。好好好好好，那边空了，可以了，可以了。这就打站点哦，就是写的那个先累积到分数满之后，就会先得胜利。那满分是200分。那如果你把三个点都站起来，就是叫全面，就叫什么全面控制，那它的那个速度会更快一些。来了，哎，我要怎么看我的球？在你的右下角。哦，我看到他了。那我给你一点小小的提示。哎呦，我不给你提示了，因为把我弹打掉了。什么东西？你不要那么容易生气，好不好？好不好？不给你提示了，因为官方不能友善吗？就是没有气度啊，怎么样？友善 U3 啊，我们已经太友善了。好，哎，为什么啊？哎呀，不要讲啊，不要讲啊，你这样讲个游戏怎么玩啊？哎，球员裁判都是我的人，跟我斗真的是不行啊。跟性能差的实况组真的真的这个真的很痛苦啊。我们个性很好不好，不要这样子。没关系，我们还是领先，我们还是领先。哎，但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啊？就是操作啊，就是操作啊。这个没有什么差嘴，操嘴有什么吗？Come on， 插嘴 ！Come on， 来呀、啊，拼啊，拼命看！我就不信，操作是不是？对，操作，真的就是操作是不是？没有别的。我跟你讲，我看到你这个兵就忍不住想把他杀光。为什么要这样子？Local unit. 好。局势非常焦灼，非常焦灼哦。还想偷放炸弹哦？没有啦。你真的有对我有很深的误解。对对对，你刚才这样欺骗完之后，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被破坏掉了。我们有信任可言吗？我们跟原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就这样被破坏掉了。太让我伤心了。没有，你不要有，不要这样啊！要爆了，对不起。这部队很强吗？对不对？你这你这团兵很强。没有没有没有很强，没有很强，怎么可能很强？对不对？看过这个有没有？哇！等一下，对不起，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有没有看过这只？有话好好说，对不起，真的啦，我跟你讲吼，有时候我们玩游戏，其实只是讲求一个，对不对？交朋友，操作嘛，我们来看看操作、啊。只是讲求一个交朋友，交朋友，交朋友，操作嘛。对不起，哦，这真的超强嘞、欸！听到，结束了吗？我再叫一只，宝贝，我剩下三点没办法叫。来，你、欸、现在有点那个、欸、焦灼，战情焦灼，再拼一场。
对不起，我看到你那个，我尿都喷出来了。不要这样子，擦一下，擦一下。Local units taken care of. We are targeted. 不行，蓝方不能赢。哎，不行啊，不公平啊！这有问题。等一下，不公平啊！不要。消毒。我跟你讲哈，不要这样哦。来，1989，各位观众，不行不行，站住，站住！哎，我花多钱养你们，干嘛用的？站住！不会，我跟你讲，站住，站住，站住！来，站住啊！还记得舰长跟你们说的话吗？轰你是 OS 杀甩的。哦哦哦，你那个好猛哦！199，为什么不会动啊？因为你要站在两个地。哦。我们两个。You are close to victory.哦，所以你现在占两个点，所以我会打我才会那个，对，哦，等一下，最后，来喽，来喽，199站进去，哇，啊，没有站进去，我跟你讲，竟然没有站进去，挡一个199，对不对？想要挡一个199啊！哇哇啊！不错不错，还行还行还行。有没有？哎哎，先以为惊险的胜利哎！我比试台战，比试台战，不要输了就这样，不要输了就这样。这个游戏的一个操作性，我觉得不行啊，太刺激了，对，这不行，这样操作性都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不行，不行。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对。啊，刚才跟方哥示范就是闪电战的部分。那闪电战大家知道哈，最强怎么玩？我刚才已经教大家了最强的方法。但你可以苦干实干，慢慢升等抽卡包，或是一步登天抽卡包都可以。那我们刚才就为各位示范一步登天的方法。好，那当然我技术成分还是有点，这个学不来。行，我觉得差不多，我们技术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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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太好了。哇，真值得！哇，发这个是对的。上一半在干嘛？妈，上面屌虐我！对啊，你给我找一个，对嘛？你要找我这种尊重、友善、包容的、啊，对啊，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对不对？对，这才是我最喜欢吹，我最喜欢帮别人吹捧的。对，找我就对了，找你就对了。对啊，我们刚才示范就是闪电战玩法，那我们刚才打的是1-1，所以他有2-2跟3-3的。正常是2-2的，正常是来常规赛。对，所以你就可以，譬如说，你说哦，我不是台战，怎么办？我不能玩。找个台战组队啊，这样你就可以走组队。对，我们这个就无敌了，有操作又有操作又有钱，哇塞，超强超强，吓死人！好啊，那这是这次新推出的一个模式哦。那我们再来要玩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比较在所有的即时战略游戏里面的多人连线模式，就是啊，多人连线要拼，这个很重要。对，为什么怎么说多人连线很重要？因为多人连线可以看出游戏的平衡性，哦，这是最主要的地方。因为你玩剧情啊，玩什么，你当然都可以知道怎么过。嗯，对。那在多人连线里面，它的那个游戏的平衡性是最重要的。嗯，它其实这个地方，我认为也是最考验制作团队的那、能力的能力。对，可以这样子讲。对，因为其实战略游戏真的很讲究平衡性。例如说，有某一款游戏，就是里面只有一个种族，里面有十来个种族嘛，但只有一个种族，大家比赛会用嘛。哦，对对对，这样讲，大家就熟悉了，对，了解。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那这次一样啊，它一样是像我们的闪电战一样，有分成3-3，哎，不，三个不同的种族。OK， 对，然后就一样啊，流放者跟 UNC 这边，那 UNC 一样是就像刚才我们闪电战三个角色可以选，然后哎，是两个种族还是三个？两个种族，哦，两个种族，就是在游戏当中可以控制是两个种族，就是流放者阵营跟我们的 UNC 的阵营。
然后一样，待会有三个角色可以选，就像刚才的闪电战一模一样。Okay. 然后他也会因为角色不同，所以科技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好，对 ，OK。那我们就来试看看我们的多人连线。来，你要我，你要我，一样你要我的呗。对对对，我要你。好，那我要在这边改我的台电视版吧，我应该不能改吧，我要等待主持了。等待主持。好，那其实，在多人连线里面有三个不同的玩法哦。很新鲜，很新鲜。不好意思，那个可以帮我一下。就是要有三个不同的模式，然后像生死战就是把敌人拆光光，啊、然后全面控制就是占领塔，然后得分。没没，我把吃掉。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就有点类似，就有点类似乡下长大楼这样。没有超过三秒嘛，对不对？可以爬上去。都没有超过三分钟。也是，三分钟还是可以，对对对对。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是。抢工具点是刚刚吗？是刚刚那样子吗？刚刚的没有，刚刚的是那个，刚刚我们玩的是全面控制。哦，那个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那抢工具点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守住点，然后守住的点最多的，就是你点是可以一直交，一直不停的交足，一直换统治权。啊。但是它的资源无限，然后统治权也可以一直换，但它不会计分，是在结束的最后那一刹那，谁占的点多谁就赢了。OK， 我懂了。对对对。那我们来玩，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把敌人拆光光这种。哦，就是最经典的战。OK， 好。把人拆光光，把你家都拆光光。来，生死战。来了，试一下。那我们来选个厉害的地图好了。你有没有对哪一张地图比较有感觉？我们上次已经玩过了 Frontier， 我们来这再选一个比较科技感的好了。我都 OK， 我都 OK， 都 OK 就是。对，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适应力很强就是了。对，这进去就知道了。进去就知道。进去就知道。进去强不强？如果进去里面没有珠宝，那我们就没办法。我要有珠宝的哦。要有珠宝。对，要有珠宝。进去要有珠宝。你们是打游击战的、啊？打野的。打野。你是打野的。Jungle 的。哎，怎么找错游戏了？哎，怎么感觉怪怪的？你不是打野的。那打野刀呢？打野刀呢？好、啊。那我们来一个，哎，这好像就没跟我讲过。好，上。开始进行配连线中，准备一下。我不吃吗？我待会我们先选角色。我这次选那个好了，我就算是放一点水，我选 HR。我们要打人啦，你不用放水啦。哦，你是跟我决斗是不是？对，我是跟你决斗。没关系，不用。我就放一点水，我选 HR， 比较最不强的角色。来，我看一下。对，你要选人类阵营，人类阵营。好，我选人类阵营。这就是那什么菜包饼那个吗？好，没问题。对啊，这个是那个、啊、最经典的零食啊。哦，是，然后是宝咖咖的。这个啊，咸酥饼啊。哦，它、啊、为什么换样子了？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它现在多了可爱的那个。哦，咸酥饼记得就是付钱，我们还要帮你工商一点点。之后去找他合作。他跟你说那合作好，你要贴在 Xbox 上面，放个 logo 在上面。来。那可以看到地图上有很多的那个闪电，就是我们可以多站的节点，然后它就帮你多升。Okay. 所以如果抢了节点，资源会变多吗？对对，你的资源会产生。所以它没有更多矿了，只有这个。然后矿就一样，还是就是你在自己基地产这样子。哦，那它可以开矿吗？没有，就是地面上那些可以捡，然后剩下就是一样是你要盖的啊，就没有基地了，好啊，就没有办法站了，哈、啊，好不？好，没关系，可以，加油。然后你在地图上还有一些小的那些前方景点啊，那也就是这个。You ready, Jarhead? All units ready to serve. 哦，哪里慢慢吸 ？Supply pack constructed. I ain't giving anyone a pitch back. Let's go. All units. OK， 懂了，懂了，没问题，没问题。稳，稳。Take it, squad. 来了。Stand to, troops.Supply pad constructed. 所以地图上有讲过有节点嘛，就是可以站抢电，然后在地图上还有很多的那些正方形框，就是可以让你多开机。那基地可以来做些什么用处的话？ As you say. 就
尝试就是阅读。你最小气耶，受不了，超级小心眼，个性很差，真的最小气、啊，按错了。我想说按错东西吓死我，我以为要狙击了。没关系，按错都没有关系。你当然没关系啊，啊我有关系啊。按错这都没有关系。哎、欸，为什么前面？哎、欸，为什么前面少？哦，这个变少。Local units.所以你觉得抢资源会重要吗？重要啊，重要啊！抢资源对，我觉得抢资源是重要的，因为在这种游戏里面，基本上，哎、欸，为什么中间有敌人啊？哎、欸，他那个塔本身会有守护的怪。哦，难，所以一开始我要先把他干掉了。对。好，让人讨厌的设计。行啦，我跟你讲哦，这个真的是哦，好无耻哦！哎、欸，我刚跟你讲话，把我的，我刚跟你讲话，我不小心电到把我的机场拆掉了。不管你刚刚做了这件事情，我对你的人格评价大幅降低。彭越有用你的名义招摇撞骗哦。我们之前现在不是在刚上一场战斗就已经消失殆尽了吗？我刚才帮你把我的机长拆掉了啦！不管，哎呦，我的机场。OK 的 ，OK 的，我跟你讲，其实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啦。听起来不是这样啊。我们其实这个游戏往往就是这样。对，其实我们自己在玩，我其实也都是这样。好好，不行，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信任感了，半信半疑。是真的吗？真的，是真的，真的，别怀疑。没上一代教我说一定要先营运，就先营运一下。没有，一定一开始就打起来了，绝对是这种游戏都是一开始先抢先机优势最大，是这样子讲。真的。到底是谁教你？那个一定不会玩，是不是？好像是叫什么，就 H 开头的 H 叫什么袁景辉是？我跟你讲，哎，那个平常在做警察的那个，他怎么知道啦？他怎么知道这种游戏怎么玩啊？对啊，叫他认真去执行好吗？对啊，不要听信谗言哦。好，我们来试验看。真没有偷看，你看现在大家整个全世界都认为我在偷看你了，合理啊？算了啦，其实我这个人的心胸是很开阔的，真的是对，所以也还好。我就在中间闲晃啊，你不要又偷看我，做你的事，做事是不是？对，对不起，对，做事，对。其实我自己家里面真的是忙着营运，也没什么时间做其他事情。而且你为什么跑到我的家来？那我的家。哎、欸，这你家吗？那我的东西啊，你为什么动我的？我用还没用好。不是啊，你这样子，我要叫喽。叫喽。那我叫破喉咙喽。
看这到底多了好笑话。没有，这是你的策略，我知道了，你故意的。我走了，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走错路，对不起啊。来骂，来骂，对不起，不要走啊。对不起，对不起，你再叫我要叫，你要叫，你也要叫是不是？我要叫、啊，你要叫谁？我要叫啊！你也要叫破喉咙是不是？对，我要叫破喉咙。破很忙哦，他现在在我这哦，他没有空去找你哦。不要这样子，来，不要这样，友善包很好，友善尊重包起来好吗？友善尊重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这不是他说你太嚣张，用纸包起来。来了来了，哎、欸。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盖点东西的。你要奋起，混蛋！为什么我盖不了、啊？什么盖不了？就哦草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少了。应该物资不够吧？应该不是。肯定是物资不够。哎、欸，这个，哦，这好，这好。Logistics Level One Research. All units. 各位看看一下，什么叫做台尾一直小跑。来来来来来！这个二一和二是什么意思？哦，你的基地啊，基地升级。哦，不敢说。Stand to, troops.哦，原来是基地还没升，就是被敌方俘虏次数两次之后，就一个爆发技的感觉。哦，懂。那你现在可以来打我吗？我都不还手，我不敢，我不敢，我怕，怕这批。快来打我！对，怕。是不抢我的点？没有啊，你在想什么？你不要对人这么的不信任好吗？你看这偷抢我的点。没有啦，谁啊？你为什么要偷抢我的点？我没有。你为什么偷抢我的点？我真的没有。你为什么偷抢我的点？我没有。你为什么偷抢我的点？请你不要再这样了，我要叫了哦。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对啊，不打架啊，我没有跟你打、啊。可你偷抢我的点啊？哪有？你都是误会人家。你偷抢我的点？没有，你要叫 Missy 是？为什么？感觉我遇到 Missy 了。这一句。怎么我遇到 Missy 了？抢人点，人狠抢之，来，还到我家门口的点，你好，欸、怎么可以跑出来啊？打到我家门口了，等一下，不要这样子，哎、欸，你要抢什么？你不行啊！你要抢什么嘛？你说啊！不行，这样子啦！你讲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说好什么？不能这样子啊！我没有跟你说好什么东西啊？不能这样子！哦，人回来了，你完蛋了，你完蛋了。看你怎么办！哎、欸，你的兵好猛哦！好猛哦！爆！继续！清光他们全家，打到妈妈认不出来。好猛哦！把你们玩 RTS 的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会一边夸奖对方，那边偷偷一直出兵。没有啦，不会哦。你们认太清楚啊！你们真的不行这样子，这样台湾的这社会的那个信任感这么弱，一部分就是你们造成的。这样子，这也有我们的错。神秘，这也有我们的局。就是、你們来。来，走，好亏哦！刚刚那个真的太亏了。怎么太亏？又干那波吗？对啊。你是真心觉得亏，还是只是真的亏？嘴嘴亏？没有没有，真的亏到爆啊！真的亏，真的亏到爆！不要暴露内心的，不要对我有误解。我太难过了。我有，你们。你们对我的误解真的很深，真的，这很难不深啊！
哦，我要再升级我的城堡，你完蛋了！哇，哎、欸，我真的，你这样一路升上去，别人怎么打啦、啊？不用打，就被打就好了。打跟被打都是一门学问。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哦。讲的好像我是不是应该乖乖让你打？是，就是这样子。我终于悟出了这个，就是来来来，不会不会，我现在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跟你一较高低，一较高低了，对不对？一较高下，来看我的。你想干嘛？没有。来喽！还没啦，还没啦，来喽！还没好，我这边要来喽！还没好，还没好，好好，还没好，算了，既然你还没好，就算了。等一下，还没好。其实我也还没好。Where do you want us？ 这对话超没有营养。其实我只是吓吓你啦。我们哪有？哎，我们刚才那个就是一种战术，懂吗？对，就是。左右顾左右而言他，不让你们就是没有悟出来。哎、欸，这样你们就是、欸、等会等会，我终于没事，不要理我。Kodiak here, sir. 好。等一下啦！不要这么难相处。我们算好相处。我还在玩游戏，你就这样子要打？我们在玩游戏啊，是方向不一样而已。哎、欸，哦，这个是迷你基地哦，哦，好可爱哦。Local units, all units， 来了。不是说还没有吗？为什么又要来了？哦。不是，我以为你要来打我啦。你们要打啊？不早说，那没有啦，没事啦。是吗？对啊，没事没事，虚惊一场，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对对对对对，不打不打，乖。人口满了，可以帮我打一下。真的假的？可以帮我打一下。哎，你人口满了，这样子我怎么跟你玩？别人怎么跟你打？太过分了吧！就像你刚才那句话，打跟没打都是一门学问。是。那你要不要过来让我打？我当我冰场嘛，我们来试一下好。好。我会赢哦，我觉得你会赢啊！我现在根本没什么兵哦。真的吗？对啊。屁的，明明就超多车的。没有啦，你真的对我有很深的误解。就那样看。什么东西？你好卑鄙啊！哦，对。怎么升级啊 ？LPA。然后哦，购买暗 A 是不是？哦。可是有些不能升呢、欸。哦，所以我要往下开就对了。好了好，我对讲机都升完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没有在等的，没有在等的。战火一触即发，战场上无亲家。哎、欸。他跳一个成就的。哎、欸，我要怎么架起来啊？好，架起来了。看他们打了800万年才给我架起来。Our base is under attack. 哎，怎么那么多坦克啦？我看起来我不太会赢啊，而且你的东西怎么那么猛啊？哇！大招大招！哇，哎，好猛哦！你怎么有这种大招啊？因为我是 H 啊。要输了，要输了。哎、欸，真的要输了！哎、欸，我真的要输了！不会啊，你不会输啊！狙了，狙了，狙了！对，狙！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撑住，你撑住，你！不行，我要狙了！你这样很无聊。不行了，我要狙了！我都没有做四加狙了，狙！狙！得了，得了，好。还没不行，结束了，还没我已经结束了，还没结束、啊，我已经陷人生陷入窘境。不要再叫坦克，我还要花时间打他。对啊，我现在不知道研究，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哦，还有这个，
哎、欸，队长机制什么都可以叫、啊，随时啊，但是他扣资源。哦。哦。哦，我是懂的意思，是不是？大概知道概念了。Let's do this, troops. 你先做一下嘛。Turret constructed.你要，那你来打我了吗？来啊！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他说有的还正常。你把他关掉，重送一次。好，回来，他说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好了，来，我们开战喽！来吧，来了，开战喽！来，这一次我孤注一掷，这一次我万事俱备喽！来，我也是万事俱备，你看一下我的那个皇城。哦，真的假的？红海有看过吗？黄土，对不对？在你面前这样讲，我就觉得有点造次。来，哎，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呢，究竟虫王究竟是谁？虫王是圣啊，虫王是圣。可你不是有这个称号过吗？曾经以前啊，我在他之前啊。哦，所以是祖师爷，对不对？我是二零零一年的虫王。对，好几代了。对。哇靠，你那个好猛哦！哎，我要怎么打那个啊？根本雷电海耶！而且这是陆军还空军啊？这是陆军。哦。哦，看好猛哦！我以为他是空军耶，原来他是陆军。卑鄙哦！爆了，狙狙！没有，我已经爆了他扣腰。哦，我觉得好像还是有搞头，但是有点太晚了。狙击。拆房子就好，看他的房子是不是。狗屁，我一定是不把你扫掉。等一下。撑住啊！不是啊，你硬打我是不可能的，我一定会把你扫掉的。欸风筝啊，风筝啊！哎、欸，好厉害哦，可以风筝哦，可以风筝啊！好卑鄙哦，可以风筝哎、欸！风筝，无耻下流！好了，继续了，这是真的继续了，赢了！妈，我赢了！妈，我赢了！太卑鄙啦！啊，狙击。好爽啊！哎，算了，今天来被一个羞辱啊！今天来惨遭羞辱啊！我说警告需要几点？你还有三十秒，哎，你还有38秒，快点撑一下！你还有38秒。不要，我已经死了！不要，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放宽心了，没关系。我觉得这款游戏大家是考虑一下啦，考虑一下啦。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自己玩一下，我觉得游戏没有这么好啦。不平衡嘛，对不对？对啊，我觉得这个玩起来没有太好玩，嗯，真的是啊、哦，不舒服啊，哦、啊，大家自己考虑一下，别说了哦。对啊，嗯，这看一下，嗯。好了，我们不要听新人讲啊，刚才玩多了年限。好了，没有了，是让我的啦，让我的啦。没有，真的还不错。让我的。没有，我真的没让，真的没让。没有，这可以先说出下一代了。等我回去钻研一下，回去钻研一下。欸、对，在之后在你的台上面你会玩吗？对不对？我会玩，我会把剧情破完。好，我们再看一下。我自己蛮想看剧情的。一定是对手的态度。我开台，我们台成立现在快2年了，第一次赢，第一次这么准。
别说了哈、哦，我跟你讲，找我这种来宾就对了啦。等有什么游戏都让我来，都发你了，都让我来，都给我来。我不能说这个游戏很烂，大家不要买。我跟大家开玩笑，还不错啊，其实还不错，这个游戏还蛮不错啊。OK， 你觉得？哎、欸，老实说，你觉得平衡上来说，可能因为还没摸透，其实我不得讲平衡还没办法，我因为还没摸透的。对对对，再可能再稍微摸一下，因为还要知道。例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嗯、英雄力量。我觉得我最大的败笔就是我不知道英雄力量怎么用这件事情。对英雄力量的善用这件事情，因为我玩一代，比较一代他的英雄力量只有补血、啊。嗯，对啊，啊二代他其实多了很多，像刚刚那个镭射光那个，哇对对对对对，二代的那个英雄力量，我觉得会是主宰游戏的关键，就是整个会战的关键，所以一定要对于英雄力量有，就是需要花点时间。其实又有类似像现在的那些萌霸的游戏，其实还是你要留招，哎、欸，你要知道，然后会战的点。位置点，然后例如说你要让对方在什么会战点开战、嗯、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开战你可以用你的英雄力量，所以我觉得他的二代整体做起来比一代更除了更流畅之外，我觉得他游戏性应该是更高，就丰富度又更高，丰富度又更高了，对，还好还好，还蛮期待，如果再等我玩熟悉了之后再 P 一下，是不是算了我先把剧情破完，我们再看看后面有没有来玩一下，还不错还不错、啊、我觉得还不错，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玩。那因为你再看我们，就是其实啊，它是可以三打三的啊，对，就是一样是可以混战的，就是三打三，一打一、二打二、三打三都可以。那就看你如果有朋友的话，就可以跟朋友一起上线对战这样子。好啦，那就是我们刚才看，就是我们多年限模式啊，还有另外两个模式，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各位示范。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摸索一下。还有两个哪两个模式啊？就是刚才我们讲，有一个是像闪电战一样是站点的。哦哦哦，你说在对战里面的三个模式，对，其他两个，对对对，还有两个、哦 okay、两个模式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看看，这样给你。好啦，也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两个小时、哦，接近两个小时的陪伴。对，没错、也谢谢今天收贝来啊，谢谢谢谢鱼眼，谢谢鱼眼，谢谢我今天让我的自信心大增啊，别、哎、说啦，哎呀，爆表啦，对，找我就对啦，找你就对啦。好啦，那再来的话，那个收贝这边也会继续玩我们的战役部分，那有兴趣可以到他台，就是跟我们一起追击战役的剧情。对，我会继续把战役的部分破完。那如果我之后会把一代的那个 YouTube 再上传上去，好好，那大家兴趣可以跟回去跟一下，对对对。好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话，是今天新来的朋友，不要忘了追随我们的频道。那不要忘了每个礼拜三晚上八点，我们都非常精彩的直播在我们的频道上面。那也非常谢谢今天收看，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It's gonna be a totally immersive experience. That was incredible. Are you kidding me? There are so many ways to play this RTS. The thing about Halo Wars 2 is something the universe hasn't seen before. It's totally crazy, super insane. It changes the game.